乐姐将会2015年举办告别演唱会，之后就开始封麦退休生活，至今已经8年了。只有偶尔出现在周董的 IG， 还有上次跟林心如、霍建华、王力宏的私下聚会上有出现。影片中他跟两位男神对唱，但都没有听到乐姐的歌声，让大家更是敲碗，希望他可以回归。事实上，乐姐自从隐退歌坛后就很少公开露面，但跟周董一家人却常失聚。今日周董晒出跟老婆昆凌还有乐姐的三人合照，原来是周董揪乐姐去探老婆的班，这也难得近距离曝光了乐姐的状态。合照公开后，大家直呼太不可思议了，61岁的乐姐看起来好年轻啊，气色也很好，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而周董这几天在香港忙演唱会，还不忘帮老婆打 call， 也真的是闪瞎大家了。